很期待。希望没有我很多的丑照。一部影片，希望有很多丑照，然后可以笑得开心。我希望就是大家看着会一直笑，然后可以留下印象深刻。我觉得呢，希望美宣组的各位美女跟大大们手下留情啊，我是很辛苦的，我为社团付出这么多，拜托。我爱吉他，耶、觉得自弹自唱就是很帅。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我是一个废物。因为我很喜欢唱歌。好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肚子为什么那么大？是啊。肚子很小。好，那你确定吗？好。好。很多很讨厌的蚊子，我是人体捕蚊的前辈。可能勉强是蟑螂吧。蚊子的。蚊子吗？可是我都没被咬啊。蚊子跟黄鼠狼。那就走到长一点，美宣大大，谢谢你们。先輩最美了，扎扣最正了，师生超可爱的，和你小天使耶、yeah! ！我相信美宣们都超强大的，我已经预备好在粉单上就宣传你们的多么美丽的事情了，希望可以手下留情，真的是拜托喽，亲爱的，我各亲你们一下可以吗？师生居然摇头，好吧，算了，我伤心了，医药费。你在笑，你手在抖哦。先辈像一朵花，然后你们三个都是花，非常的漂亮。世界上最烂的讨好，烂到爆。阿谀奉承，句句属实。还有什么话想讲吗？没有。真的吗？没有。那请问，号称治理小叮当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愿以离席做出回应。是真爱。现在脸很大，逼着他，后脑勺很平，扎克很胖，不用。怎样？那个表情，真想被捧好，捧是不是？好，你最漂亮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前辈最漂亮了。不客气。那个表情真的是。想太多，让我们看下去。你要这样。同学，同学，你懂老师的意思吗？同学，老师的意思，你们懂吗？同学，懂吗？老师的意思是说，不管你这个想要表达什么。无人涉足的荒山野岭，出现传说中的佛光。这个大圆圈。里面有缓缓的光，佛光迷影。
说它奇特呢，是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拍到了一种罕见的自然景观，也就是人们传说当中的佛光。这种水怪是很多水怪的原型。我们看到了英国人，一个讲究理性的英国人，对于尼斯湖水怪却是穷追不舍。他们说，号称最近又找到它了。我们看的报道。我来教大家麻将的正确玩法。